尼采一直来都是时尚界的常胜军，这些年来他都非常受年轻男女朋友们的爱戴与喜欢，他甚至是许多名师设计与时尚品牌的灵感泉源。换句话说，尼采呢适合于各种场合，他甚至是不会被淘汰哦。今天的上流社会，我们就来到了 FKC Camping and Outdoor Shop， 期待待会的变装，耶、yeah!挑选了好几套给青春试吧。报告大家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套服装，是迷彩的，从头到脚都是哦。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，这现在的那些迷彩的搭配呢，其实在衣服上面都会加一些小巧思，比如这些铆钉，叮叮叮叮叮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腰带呢也是迷彩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很粗犷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呢，我整个人很 man， 很强悍。是，但是呢，刚中还会带柔，是因为呢，我的发型呢是这样子放一边的，这样子有个小边边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呢，整体感觉呢又有柔的，又有刚的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定陶造型。嗨，报告官长，今天其实我也是很谨慎的。报告警官，报告完毕。怎么样啊？你看，一样是迷彩，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效果。对，跟刚才的感觉呢是截然不同的，因为这个呢是 jumpsuit 的话，其实感觉也是挺俏皮可爱的，嗯、对吗？再加上这个背心，小背心，然后呢，整个整体的感觉加上这个头巾就不一样了。可是好像不是这个 feel 了，不是这个 feel 了，不是这个 feel 了哈、嗯，这个是 yo， 这个真的可以跳 hip hop 哦。多高跳！如果穿一双高跟鞋，漂亮哦！看，其实我觉得配件真的很重 要。这个已经是第三套的迷彩，添加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它是那个青色嘛，迷彩的那个青色。漂亮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明明就是很 man 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女生。看着我的灵魂，你是红苹果。除了衣服之外呢，其实迷彩啊有很多周边事物，就好比说帽子、鞋子、腰带、腰包、背包等等的等等。对，搭上这些时尚配件呢，其实真的可以展现出个人不同的风格。还没有尝试过这样子搭配的你，我觉得可以从今天开始试一试，我个人认为是觉得不错啦。对，想要知道更多详细资料的你呢，记得浏览有关网页，还有要订阅我们哦。拜拜，谢谢观赏我们的上流社会。Green, Green